这个角度相当大，正好落在线上。Service over, one love。日本队得分。开始呢，日本队是连拿两分哦。去年呢，在韩国羽球首要超级赛，波伊海尔摩根森呢是拿下亚军。当时他们在冠军决赛当中呢是不敌韩国地主选手高成炫以及李荣大。而李荣大在今年的韩国外赛里面呢是搭配柳岩星来出击，不过在他们在八强赛里面是败给了日本的米伦大佑还有早川贤一。Service over, one, two.日本队连了两分之后呢，丹麦队也连拿两分下来，两队二比二的平手。丹麦队在后排的进攻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啊。Service over, three, all. Oh. 对丹麦队来说，这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失误。往前连续击板的快攻啊，都被日本队挡回去哦。那摩根森呢，在后排这个进攻啊，想要打一个直线的 drop shot， 但是、这球角度稍低，碰到了网子。계속해서2번코트에서는중국의리우천바오이신선수와중국의수첸마진선수의혼합복식경기가있겠습니다주심은한국의서부암씨부심은한국의강선영씨선심은비조입니다 Following for two, mixed double match number 3-0 between 리우천바오이신 China.Versus 结果这个球呢是接出了界外，日本队连续的进攻啊，不过不可讳言的，他们在后排的进攻力量啊，当然是不如丹麦队的，因此。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呢，丹麦队的防守确实也是相当好，所以连续的进攻呢都被丹麦队给打回，还有这个球是出了界外。那这边日本队赶上来是早川贤一啊，在往前的一个扣杀动作。Service over, 4-7.
很快的把这个球给拿回来，四比七的落后。哇，接发球失误。5-7，是日本队的早川。Service over. 8-5。日本队发球的失误。日本队拿到分数，再由早川来发球，好球。Service over 6-8。还连续的进攻的也都是被日本队给挡回去。哎呦，算了，反应都相当好。啊啊，抢板抢板，可惜了。好，一开始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两队呢反应啊都非常好，防守也都是相当不错。现在啊应该就看到哪一队的失误比较少。虽然日本队呢他们在攻击的力量啊比较薄弱一些，不过是可以、靠他们的防守来做一个弥补。比赛开始感觉上是日本队的失误比较多，有挡到但是出到界外了。 Service over 7-10。哦呦，追到只差一分了。对呀，什么 ？Yes. Now. They are waiting. Yes. Testing. 好，波一，刚刚是。Okay, ready.换了一个拍子啊，稍微 test 一下。
这球呢回的有点草率哦，直接出到界外，而且还大蛮多的。好，结果在 interval 的时候是日本队已经拿到第十一分了，不过在场上他们只有一分的领先而已。刚刚的那个回球呢，鲍伊尔想要用一个延迟击球，不过回的角度啊不是很理想，让日本队要直接一个直线的进攻过来。マジカリやか。自分スメスドライ攻撃の時この場面でいいよやか。そんな無理しないよね。こっちこの場面で自分のポジション取る。ワン。ワン。ポジション。カバー当たり。ね。ケープレイヤー。11 10 play。 危险，危险，准备防守再强啊，多打几下一定会落地的，基本上已经是被丹麦队给掌握住了。Service 十二的平手。好，这抓手漂亮。转型的扑倒在地啊，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给救回去。男选手柳岩馨这次跟李荣大来做一个搭配，不过在八强赛落败，所以在男双的部分呢，这原本应该是男韩队的强项，不过在今年的这个男韩公开赛里面呢都没有能够打进到最后的四强。原本呢在八强的这个当中啊，也只有李荣大跟柳岩馨一组南韩的选手，其他的组合呢在前面几轮都已经败下阵来。要强，强板的就危险哦。14 12
没有办法勾过去，双方的比分差距仍然是非常的接近哦，咬得相当紧。博伊跟摩根森呢也没有办法将比分给拉开啊，最多都这个领先到两分而已。在比赛开始的时候，远藤大由跟早川贤也是领先比较多，不过现在也都被包一级以及摩根森给追上来。没过，两分领先。是在线内哦，早川呢追到一半呢决定要放弃防守，没有去接这个球，不过落地呢是很明显的在线内。先内线外应该是出界。Service over, 14-16。接发球的失误，摩根森。下来之后啊，第二板呢想要带一点角度，不过出到界外，博伊也马上跟队友说个道歉。持续的对摩根森来做进攻啊，摩根森每一球都挡回来，啊，这球没办法了，哈哈，精彩的一个 rally 啊 ，Endo 跟海亚卡瓦现在又取得超前。现在总是无法持久。远藤呢？刚刚回球是出了边线之外，
回到十七十七的平手。非常精彩啊、哦！日本队最后这球没有人挡住，也是有些懊恼。十八十八的平手。发球的稍微长一点点，出到发球区域之外。日本队最后的两分，看现在看谁啊可以啊掌握这最后的几分攻势哦。早川贤一竟然是发生了失误、啊、拍到网子上面了，在后面的桥本对不起，在对这个后面的远藤啊马上蹲了下来啊，哇真是没办法接受。摩根森呢则是有一种逃过一劫的感觉哦，好险这一球没过，吓一跳。Game point. 不过对日本队来说也只有一个 game point 而已。这个局末点的被丹麦队啊给救起来，20-20。下对球，早川呢又没有能够碰到这个球了。现在反倒是包一还有摩根森的掌握到 game point 了。
鲍伊还有蒙恩森等虽然都是超过30岁的老将了，不过在场上他们的体力仍然是相当不错。21-20。再来，落地了，落地了。日本队呢，这个 game point 呢，为什么掌握住？被丹麦队呢连得三分逆转，最终呢第一局的比数就是22-20，丹麦队获得胜利。好，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第一局是比较可惜一些哦。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他一开始呢是单位队要在往前呢一个球没有放过去，日本队得分。サービスオーバー、ワンオー。在往前的动作呢，丹麦队啊，他们的特色就是速度非常的快。即便是这两位选手呢，都超过了30岁哦，不过在场上的一些反应动作呢，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呢比他们呢年轻很多的选手都还要好再比手吧，two one。手吧，都哦。哎呀，过来了！追斗。手吧，three all。还有是早川贤一啊，他的一个回球没有回好，让再往前的莫恩森呢可以有直接进攻的机会。没过。下比手吧，four three。好，那么这个球呢，早川贤一他的判断就正确了哦。莫恩森呢想要用反手打一个大角度，不过这球是出了界外，5-3的领先日本队。Service over, four five.
早川呢，这球回的比较平一点点哦，速度也不够。摩恩森呢，直接起跳就扣了过来，杀球得分，5-4，仍然是日本队一分领先。发球的是丹麦队的鲍伊。哎呀，结果被喊了一个 service for。送给日本队一分。摩恩森呢，在场上啊，真的是斗志昂扬啊。何远腾这边换了一支拍子，双方一分的差距是日本队领先。哎，接内吗？腾似乎也没有要挑战的意思哦。再来看一下，好了，所以日本队呢并没有来挑战刚刚那个球哦。双方7-7的平手，轮流丹麦队的发球。哦，这个角度差太多了。Service over 8-7。想要发到斜对角最远的地方哦，不过一出手啊，这个角度就不对了。丹麦队发球的失误。场上仍然是日本队的领先。界内界外，结果是界外，哇！应该是很容易拿到分数哦，不过早川呢直接把这个球给抛出界外。
这发球直接来做进攻，早川的这个球呢表现呢就非常好了，把前一分呢给弥补回来。哎呦，有点太急了哦，发球发生失误。那这场比赛呢，早川呢他的失误是比较多一点。那原本呢，远藤呢就是击球稳定度比较高的球员。11-9 interval。interval 是单位队11-9领先。Hvis vi ikke er i position, altså vi er i god position, må vi godt trykke hårdt på herovre for den her tid. Og nogle gange, altså når vi hænger lidt i mennesket, så får vi lidt fedt alt ind igen. Så bare vælge den af hele tiden. Eller skub det ligesom jeg gør til sidst mange gange, så bliver det også nogle helt bløde, vi laver. Ikke? Ja, men det er på forbanen, ikke? Ja. Play。两分领先，进入到第二局下半呢段的赛事。好，这个发球呢是落在线内，日本队并没有去接这个球。11-12这边当然又是日本队友的一个失误。14-11，连续的得分哦，拉开三分的领先优势，14-11。11了，下面小方12-15。
15-15.韩伦远藤呢，在后排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哦。日本队也连续的得分，没有让丹麦队啊把这个比分差距啊给拉大。Service over, 16-14. This 球啊太强了哦。那早川呢，想要用捞的方式把这球给捞起来，距离啊也不是很好控制，危险了。好，挡了两下之后呢，第三下还是没有办法挡过来。很漂亮的一个回发球。出来界外，这本呢又送给了日本队。单位还是没有办法把比分的真正的拉开，最多也是拉开到三分而已。日本队这边是远藤的发球，三分领先。好球，远藤在后排的一个直线扣杀。漂亮的回发球。Game point。应该是 match point 哦，三个 match point， 博弈的回发球，进攻。
Oh. 简单的拿下这一分的就起第一个 match point， 还有两个。那么的比数，两局的比数都打得非常的接近哦。不过日本队呢还有两个 match point 要救。哎，室内还是线外？结果是球是在界内啊，就这球是在界内啊。救了两个 match point 了。丹麦队。最后一个机会，要不然呢就要进入 deuce 了。远藤，哦，来了，哈哈，三个 match point 都被日本队给救起来，那么教练呢也就摇摇头哦。所以两局的比赛，连续两局比赛都打进到了 deuce。在上一局的比赛，原本是日本队率先的掌握到 game point 呢。但是呢，丹麦队要是连得三分的逆转，那第二局的比赛日本队可以逆转吗？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难度是更高啊，他们必须要连拿五分哦，有点危险，不过被日本队给救起来。哎呀，结果这一球打到两个人的中央哦，结果两个人都没有出手，这也是。波伊还有摩恩森呢，在这场比赛第四个 match point， 前面三个都没有能够掌握住。Ready？ 危险！哎呀，远藤最后一球呢，他原本呢还寄望这一球可能会出界啊，因此他决定的击球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了。那这个回球呢，马上就被丹麦队啊来做一个反攻击。那因此呢，丹麦队啊在这场比赛两个22-20。击败了日本的远藤大由以及早川贤一，再度的打进到韩国超级系列赛的冠军决赛。